一二，没看见你。你得往这儿来，你的身高有点低。好，二，你是几啊？三。啊，妹妹是三呀。好。啊，三哥，今天要出发去郑州啊。本来去郑州是一趟休闲性，开车的话还得一个小时左右。给咱俩准备了吃的、水啥都准备好，吃的喝的、奶啥都准备好，省了给车上捣乱。走吧，咱们出发吧。走啊！去接这个神秘人物。你为啥这个走路姿势？那边哥哥，那边。恭喜收款。看到了，跑得飞快。奶奶激动得直流泪。奶奶想死你了。哟，毛毛蛋。你叫奶奶吗？叫奶奶了，奶奶。叫奶奶乖。叫奶奶。奶奶。哎。哎呀，我的乖乖！哎呀，乖乖跑！宝宝，叫奶奶乖，宝宝牛。妈妈。哎呦，我的宝宝！哎呀。奶奶，给你包给我了。给给。哎呦，让奶奶抱抱我乖。哎呦，奶奶抱抱我的乖。奶奶，你闹钟关住了吗？你不说现在带现在玩具了吧你？我的乖乖。走啊走走啊！你先显示啊！没有玩具，这个也找了给他的，啥也没有。有啥呀？有啊，妈妈抱了，抱了乖，不要奶奶了乖，奶奶，哎，奶奶，哎呦我的心肝儿，哎呦奶奶的宝宝大，哎呦。干要奶奶了喂！你刚才说想奶奶的。啊！爸爸。啊！爸爸要喂。哦哦，哥哥要喂。哎呀，有了有了。小爸爸玩玩，容不容？保不住。哎呦我的乖！走吧走吧，该上山下了雨了，走。哎呀，走走。哎呀。奶奶宝宝喂。奶奶宝宝。奶奶宝宝牛。要他妈一个月了，现在都不认我了，你说干啥去？我不要奶奶呀！那不要我了，哎呀，奶奶，那想你了。哎呦，看那个心肝儿，哎呦，奶奶的心肝儿。我走。这还才22天呢，都不要我了。咋弄了这是？奶奶过来，想奶奶没有？想。这给奶奶吧。肯定是找我身上了，起码到电动椅上跑那屋找我。对呀，还没几个天，整奶奶22天。啊。咋弄的呀？不要奶奶了？奶生气了，奶奶不高兴了，奶奶伤心了。你看，
那不回来了，那来抱抱回来。哥哥喜欢你。啊。到家了。到家了，到家了。还是家的去吧。我听爷说，金窝硬窝不如自己的公窝。还是家里好啊。那是，那去哪儿溜？哎呀。还是没家带劲。那你这咋说不吭不吭，说回来回来了啊。